来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要借我的钱，来给我自己办一张卡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只是人太多了的话吧，那确实也不太行。万一人家换来换去，一直换号给我借，那也不太行。我得确定你能够办这一张卡才是可以的。我扎 A 两刀，平 A 吃药，平 A 扎 A 两刀减盐，平 A 扎 A 两刀吸。这还没我自己推线快呢。拉回家了，那他喜欢站撸，我们就跟他站撸呗。其实落手都这样，都感觉自己一级无敌，但其实落手一级不算太强。那蛤蟆你不打呀？他不打蛤蟆，不打蛤蟆算了吧。先插个眼儿。我扎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破败王的攻击距离是225。正常一个正常的近战啊。带武器的近战都是175，他是225，因为他的刀比较长嘛。他攻击距离225。我们直接生事，定住，扎两刀 ，Q 一下，扎两刀，一个 E， 平 A 接掏，接扎两刀，接平 A， 打 W 掏两刀，吸，外圈刮，平 A W 接个拉。加出剑袋无敌了。这片迷雾唯有一法可解，伊苏尔德一定会找来。这英雄能上比赛吗？现在上比赛费劲点。上也不会说是也不会说是上场率很高。我扎一刀，塔线上可以先扎一刀，然后等 Q 好了，扎两刀 W， 扎两刀平 A E 一下套点盐 ，A 接扎，接 A 两刀，接吸。外圈刮 ，A 接 W， 平 A， 外圈刮接个拉，哎，吃塔皮，
给我收这个兵回家。来一个875，配一双皮鞋。大招有什么用？大招自己看一下技能说明吧。失落多年的一顶皇冠，从他唯一的挚爱身上，在于死地中出。是不螳螂搁旁边呢？直接上 W 溜中，扎两刀，扣一下，扎两刀，接大招 A 一下，一过来吸，外圈刮 A 接 W 就接个拉，接大招，扎一刀，先吃他塔。我说我无敌了，有些人不信。我扎你一刀，先走，再扎 A 两刀，平 A 接扎，接平 A W 溜，不对，一技能。吃个药，抓一刀接 W 溜，他要干啥呀？别，吸，我大走，抓。把塔拆了。落手刚才用没用到？没用哈。能打不能打？等一等啊，等个大招，等八秒。扎一刀 ，A 两下 W 溜套点烟接大招 ，A 一下扎一刀一技能平 A 死吸外圈刮 ，A 接 W 溜接大招，我们的技能秒他还是很快的。黑雾回家，螳螂害怕了。我是先破败呢，还是先海妖呢？还是先海妖？这英雄不出海妖不厉害，先海妖。来个攻速海这一把，我直接攻速海，我都不布甲海了。算了，来个布甲还。老有螳螂这种东西。布甲还。
这不好去呀。来，一下开个雾，就杀这么一个主啊 ！W 点炎扎两刀，平 A 接大招 A 一下，这个玩意儿能有点痛。我点炎怎么没有呢？我点炎呢？啊，这维克托有点肉，早知道不杀维克托，杀螳螂好了。这维克托给我重力磁场了，漂亮！螳螂起飞了，才800块钱，没到起飞的程度呢。我需要抓紧时间拆塔呀。八八六吸，扎两刀掏一下，扎两刀点炎接平 A 接吸吸，不吸好了，操！强迫症啊！我寻吸完以后，我还有个大，那塔最多砸我一下，应该也死不了。吸的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吸的这么慢啊？刚才吸不着呢。吸慢了，我们来干一波的落手。一技能开起来，扎一刀，走位。打不了中 ，A 两刀扎一下 ，A 两刀平 A 平 A， 扎一刀接大招 ，A 两刀，打半溜闪现扎一，闪现杀的其实不合打吧，有没有红 buff？ 哎，这个红 buff 可以啊。干啥呢？你给我晕，扎一刀吸两下，平 A 平 A 平 A， 扎一刀拉我 A 一下，平 A 接扎接吸。A 接 W 溜外圈刮接大招，我扎一下，螳螂这英雄可不好杀啊！扎两刀，扎一下，扎两刀，致命点炎。小丑来了，我非常想吸，但是他并不让我吸。插眼了是吧？
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。我操！这残忍的长夜便会告终。我再杀！我操！扎两刀 ，A 一下，一技能 W 扎两刀，平 A 接大招，杀螳螂，扎一下，看你的了，兄弟。怎么的，维克托啊？哎，这怎么打波扣的呀？别着急啊、哦！哎哎哎哎哎！狂妄了，蓝莲汉，狂妄了，狂妄了，简直狂妄！Rampage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们来个收集者，这个维克托可能是个祸患，我们一会儿团战都杀他几波。哎，你说像维克托这种英雄，这一技能需要智能施法，我进他身，我是不是还得调一手智能施法？导弹打了，把维克托后路断了。走，找螳螂去。一下，刀接大招，吸一 Q 耳链平 A W A 接刀接大招 ，A 接扎接吸 W 滋啦接 Q 接炸接大招接 A 接刀接吸。放甲，兵下楼。上高地。很帅吧，帅不帅？那螳螂进化的 Q 技能可快了，给我整点孤立无援啊。还先杀维克托，扎接西斯拉定，给大接西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 W 闪接，掏点燃接炸，接西拉回来，外圈挂接大子。这个吸的时候不是无敌，落手没起来，落手不行，落手呀，这 MVP 居然不是我。